上啊。他说你们别开错了啊。我说不会，太早了。现在到房间了，你去 room tour 吧。等一下，这边是个浴缸。外面这是一个海湾。好了，你又在拍视频？照片我也拍的。好。拿个饮料呗。饮料你要什么饮料？雪碧有吗？雪碧没有没有。可乐呢？可乐有啊。大瓶的，橙子有。拿两瓶大瓶的可乐。这是8:40，外面好亮。现在我们吃完早饭，准备去五指山。嗯，五指山好像是看日落还是看日出特别好，不知道。Let's go。
侧过来，侧。差不多这个下面这个布局可以，你们三个就小沈，小沈你可以跟那个代工站一起。咖啡。一、二。Mm-hmm.